找寻已归，候鸟不动梧桐树，在等谁？梧桐也不明白候鸟为谁追。秋敏，你到了，我在门口啊，你出来就可以看到我了。二姐，不用了啦，我有事先去办一下，晚一点我再自己回去哦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你要去哪？我可以载你去啊。哎呦，不用啦，我还要去好几个地方，你先去忙你的，我晚上见哦，拜拜。什么事情那么神秘？哎，秋萍啊，是你哦，你们来做官哟。嗨，姐啦，无啦，今仔日秋萍回来啦，我要来开车。啊，哇，啊，几年无看，你又这么大汉，够足水了哦。无啦，啊，多落车哦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想讲恁哦，真久拢无去喜树啊吼。哦，是啊，我嘛本来是来到了吼，就开就转起来啦。你莫怪啦。啊！恁阿姆破病时，阿母看恁回去甲看咧。阿姆破病？是啊，而且吼病到不只严重了。阿伯。你是？我秋萍啊，阿伯。你秋萍啊？哎呦，阿伯十几年无看到你，哦，你变到足水的，我猜听也袂认真呢。多谢阿伯啦，啊，歹势呢，都我结婚了后较无闲，啊，阮妈妈这几年吼身体嘛无好，这下拢无当来甲恁看。这吼阿伯拢知影啦，这十几年来吼。恁老母的生活过了真辛苦，这我拢清楚啦。你看恁阿母亲，卡子哥，你精神啦，卡子哥，你看，先来看你啊。阿母，阿母，我秋萍啦。秋萍啊。看到迄个阿母真欢喜啊，真欢喜啊，抱秋萍啊，秋萍啊，阿母，你搬走了后，你做收敛你呢？是的啦，我妈妈
都感觉足侪代志对不起阿伯甲阿母嘞，才会拢歹势转来看你嘛。哎呀，阿拢家己人讲啥物歹势啦？是讲吼，想到你阿母，后天老爸耽误的死啦。我甲你阿伯，想到心肝头就超唔甘的。阮爸甲阮妈离婚了后，都甲电话换掉啊。啊，恁敢有伊的消息？还是有回来找恁？阿伯，阮爸是安怎？你知影伫倒对无？先啊，应该讲的时阵就爱讲。唔好拖到袂赴哦，才来后悔。阮爸到底是安怎啊？恁阿爸得着肝癌，袂记啊。真事足无简单才恢复平静，爸的代志，敢真正要让伊知影。嗯，安奈公公徛伫遮？无啦，拄到尔嘛。哦，秋饼因阿要转来食饭啦，我来去红门市啊买两个菜，啊，看你因阿要做伙食无？好啊，我打电话甲四方讲一下。你去啦，阿顺要甲我顾着，哈。妈，安怎？无啦，都。我想要食白凉菜，买一杯哦，多谢。好啦，跟你去啊。打给大姐，她怎么说？她说她和光伟明天会赶回来，然后她还说她会尊重妈的意见，如果妈愿意原谅爸的话，就陪妈一起去医院看爸。爸对妈这么无情，对这个家这么不负责任，如果妈不想去看她，我会支持她的决定。不说了，我去洗澡。秋敏，可是阿伯跟阿母希望我们去看爸。当初要不是爸坚持要跟妈离婚，妈不会被逼到情绪崩溃住院。她现在好不容易病情好转，我真的很担心，我担心妈会承受不住而发病。秋敏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再怎么说，他都是我们的爸爸。爸爸，那我们在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在哪里？二姐，你知道当初我跟大姐在台北念书，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吗？为了赚生活费。我每天下课要到处去打工，为了省钱，
我半条吐司可以吃一整天，我到现在我还住在两平不到的雅房里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跟大姐在台北过得很辛苦，可是也就因为我们生活有苦过，所以我们才比谁都更坚强，比谁都更珍惜拥有的东西。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，只能接受还有面对。就算爸他有再多的不是，毕竟他已经走到他人生的尽头了。现在爸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医院里面对病痛，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也是百感交集，一定也很后悔。如果来世不想再结恶缘的话，我们就不要让他带着牵挂走。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关怀还有鼓励。恁安尼嫁嫁，啊无就去阿娘食头路。啊，这间厝吼，常常嘛剩我一个人。今日咱有两个查某囝来陪我食饭，真欢喜咧。妈，较暗咧，大姊还阁有讲话，伊嘛会回来呢。安尼，咱就有四个人陪你食饭。你有感欢喜无？秋文甲光文嘛要回来，咱也无甲我讲啦。啊是啥物代志啊？啊，搁甲伊弄安尼，招招回来台南嘛，啊。是我打电话叫伊回来啦。啊是安怎样？因为爸对我妈个人全部记啊，起码伫咧病院，阿爸甲阿母讲，目前时间无济啊，希望我会当去甲看一下。姐，你坐这吧。二姐，你有没有觉得妈的反应不太正常啊？我担心她会不会跟之前一样，把情绪全部压在心里，然后，万一她又发病了怎么办？哎，妈之前就是跟你一样都负面思考，所以才把自己搞到生病。你哦，要正面思考啦。可是我就是会担心。这个你放心啦，妈去环保站做环保以后啊，整个人精神变很好，而且情绪也平稳很多。嗯。可是哦，我觉得啊，妈其实对这个事情不是没有情绪，只是消息真的来得太突然了，她一时还不知道怎么反应。给她一点时间，我相信她把情绪整理好以后，就知道她下一步要怎么做。好吧。你有事哦。二姐，有一个预售屋的工地离这里还蛮近的，我看还有时间，你带我过去好不好？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啦！这几年我在台北工作，我有省吃俭用存了一些钱呢。我想回来台南买房子，完成妈一直想要有一个自己房子的心愿。难怪你最近常常回台南，而且还都说你要去别的地方不让我接你，原来就是到处去看房子了。嗯，哎，可是二姐，这件事情可以拜托你帮我保密吗？我想要给妈一个惊喜。好，没问题。
我就悔啦，我现在已经爱着别人啊啦，我要跟别人结婚啦。今天天气较热，无咱小歇睏者，来内底啉一个豆汤啦。好，来，快紧啦，来，谢你啊。谢谢啦。来这环保站哦，真正足好个啊！啊，不时有物件通食，啊，搁足侪人甲我关心。就参像一个大家庭啦。是啊，所以讲阿丽啊，你若有啥物心事，啊想拄着啥物困难，你都有当甲阮讲，阮拢会甲你斗相共哦。像你有讲过一句话，我感觉真好，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下。多一句，活在当下。咱这人本来就是活在当下，啊，无是要活在倒位。嗯，有的人哦，身躯是活在当下，啊，不过伊的心是活在过去啊。啊！你讲安尼，伊到底是活在即马，还是活在过去？是活在过去。嗯。师父讲过，咱心是观念的倾向。你若在想啥，心就在想啥。只要你把心顾好，放伫个眼前的代志。啊，其他的拢莫去想，安尼你的心，就甲你的身躯做伙活在当下。我即摆头壳内就是安尼，想到安尼乱七八糟。这我拢了解啦，因为咱拢是凡夫啊，一定有足济足济的烦恼，所以师父就教咱爱加用心。只要咱把心顾好，用上单纯的心看眼前的代志，安尼心就活在当下。用单纯的心看眼前的代志，就参像咱做环保来讲啊，只要你把心放伫个你手内底所做的代志面顶，安尼。就无时间搁想其他无欢喜的过去啊，就袂予无明的烦恼来纠缠啊。敢这么简单，敢做会到？当然啦、啊，咱家真侪老菩萨吼来遮做环保，是愈做愈欢喜，愈做愈健康哦。对呀、啊，但环保站是一座福慧的宝山，一入宝山可千万不要空手而回哦。妈怎么出去这么久还没有回来啊？不要急啦，应该快回来了。哎，二姐，你觉得？
妈会去医院看爸爸吗？我怎么知道？爸爸欠地下钱庄那么多钱，妈妈替他承受那么多压力跟害怕，后来还吃了那么多的苦。我觉得要妈原谅爸爸很难啦。大姐，你会说服妈去看爸，对吧？这件事情我们不要插手，还是让妈自己决定吧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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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我求妈妈回来呀！啊，好了，真难得，今日才到的。英啊，咱来吃火锅，好，我来传。妈，咱来去看爸好不好？你讲什么？吃饱再搁讲。你看吧，我就说妈不会原谅爸的。先跟姐姐公家用一个好不好？爸爸，因公有一个家己的水壶，我来背。秋萍啊，快紧啦，我安尼啦，爸爸今麦先去买一个新的给你，安尼好不好？想袂到我的魂竟然这么恐怖，我这几十年来，敢那会记得阿喜的歹，拢袂记得伊的好。我应该放下，自今麦开始，我会把心顾好，让我的心活在当下。过去的种种，就让伊过去啊。真的会答应来看爸爸。嗯，这应该跟他这几年在环保站做环保有关。是吗？嗯，在环保站做环保，让他精神上得到平静，而且身体也变得更健康了。其实我们真的要谢谢慈济的正言法师，哎，因为他算是妈的救命恩人。Thank you.
宝贝，一家伙啊，一直拢足受你照顾，我真正就感谢。哎呀，你唔通安尼啦，你无需要跟我客气啦。我是讲吼，我是拢想无呢。啊，这么多年来，你若拢无想到要来看我，甲看恁大嫂哈？我嘛足想你嘞，啊，不过进前我无顾大兄的反对，我加仔来开店，结果把家己的身体不好歹，顾不甲阿喜也照顾好。也无伊个面来看你，这袂来咱怪你啦。总讲一句啊，一切拢是命啦，我都怪你老人家。我听讲阿嫂啊，即阵啊身体嘛无爽快，啊敢有较好？袂会啊啦。啊，人若食老吼，我嘛会破病啊，有照医生的吩咐，得做治疗啦。我等下才回去看伊。哎呀，伊才搁讲啦，我会甲恁大嫂讲吼，你有想要去看伊啦。即摆上个重要的就是赶紧去陪阿喜啊，陪伊开讲，我加甲关心寡，吼。我先来等啦。做遮侪伤害伊的代志，伊竟然阁愿意来看我。
你下春天的花，接接接，夏天的冰激凌，接接接，秋天的红叶，冬天的日头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昨不是有跟你讲啊，我讲我伫踮咧厝会陪你啊。人生短短。开来的时阵哦，紧去共斗三工啦。我参考伊安尼，要做，也无法度做啊。无啦，那有食什么药啊啦？啊，我就敢那是活在当下。啊，恁知影个梦？不过吼，做环保真正足好个呢。不但个咱环境啊，穿个安尼清清气气，我的心吼嘛可以穿个安尼清清气气。对啦。啊！你较早吼，就是心内粪扫伤多，啊！你唔知吼，家己甲家己讲话，搁冤家。啊！阮搁叫想吼，你发生啥物代志咧？惊到要害了，不行咧，歹势啦！进前互恁烦恼啊，即摆我清醒啊，我嘛觉悟啊。即世人吼，绝对要做搁较侪有意义的代志，替后世人积福德。快出师姐！快出师姐！您好，您好。哦，阿丽呀，嘿，你今仔看起来气色足好个呢。哦，不止干那气色好尔，人瑞啊，即马做环保个速度比阮两个搁较紧呢。袂输干那赶火车嘞，一直拢一直去哦，拢无停哦。对啊，安尼真好啊。慧珠师姐，阿丽今日来炸一个卡梅纳。我即马是承担人文真善美的工课啦，啊，这个工课吼，就是替咱环保菩萨留下感人的身影哦。要翕相哦，啊，那好好，我上爱翕相，来来笑，来来来，咱家里人做一个翕，来来来，来来，好啦，来啦来啦，哎，来来保险，来来，好啦好啦，来来来，咱做一个翕，来来看看，好见啦，来来，给你摆 pose 来，耶耶耶。哇，对了对了，咱笑照，来来来，给你看镜头，看镜头。对啊，对啊，真是，一条枪才对。经过这么多代志哦，我是真正感悟了，啊，真正体会到亲情的可贵。
是啊，爸甲阿伯讲吼，等伊身体较好啊，伊要登去羽球甲白菜花种田，做一个脚踏实地的人。好啦，若真正有心要忏悔，后世人应该就袂遐尼痛苦啊。我特别问你啊，恁爸爸遐医药费啦，啊，搁住遐一个人的病床，迄敢有补助？无啦嘛。哎呦，迄一个人住一间，迄所费就上重的呢。还是紧甲恁爸吼，刷起健保存就好啊啦。哎呦，妈，你慢慢安尼，起码爸的身体这么好，你都可以伫咧个人病房好好占用嘛。好啦，你免烦恼啦，我甲大姊、顾秋明、光伟，我拢决定好啊。搁较安怎讲哦，伊拢是阮的爸爸，啊，伊即马半辈伫咧病院，阮家己奉待拢应该的，啊，你着互伊哦，安心伫咧病院静养，好不？好啊，阿妈啦，紧转去，莫叫志芳讲话，紧转，紧转。啊，你嘛较早休困嘞，物件摕，紧转。好啦，明仔见。一人住一间啊，贵三三。你袂用欠吼，我替恁欠啦。啊，你身体有较好无？有啦，多谢你的关心。有想要吃啥无啦？明仔载哦，我煮去予你吃啦。唔免啦，我无想要吃啥，我都想要啉可乐。叫你啦，啊！你唔好想遐济啦，吼，好好静养，身体会用赶紧好起来，比啥物搁较重要。再见了，再见。
上灵讲法的时阵，常常咧讲，是明仔载先到，也是无上先到，无人知影。阿喜啊，最后的心愿，也是等未到明仔载，就予武雄先带走啊。无咱找一个所在坐坐，等下才来买。阿瑞啊，你实在是真无简单呢。你先生在世的时阵，予你这么多痛苦，你煞愿意放下心中的怨恨，替你先生办好后事，你真正是真了不起。无啦，也是做应该做的代志尔啦。以前吼，我若是碰到代志啊，拢想着迄种无欢喜的啦。是你甲我讲啊，叫我吼爱活在当下。啊，我就开始吼，足打拼，干那看眼前的代志，啊，就袂过去哦，迄种无快乐的代志影响啊哦。这拢是上人的话，你敢知影？较早我是咧替祖头做会计。啊，有影哦。嗯。虽然我知影签牌是真无好的代志。为着生活，我就想讲，反正我只是做会计尔，只要我卖得咧签就好啊。尾仔才发现，虽然我无签牌，啊，不过煞咧替祖头趁钱，这嘛算是功业。家己做做了后，我才知影因哥的厉害。尾仔我就甲工课辞掉啊。开始忏悔，希望会当弥补我的过错。你的心情我会当了解，就亲像迄种过去做唔到代志，啊，就想要回头，啊，搁安尼重新开始。的心锁在痛苦内底，看到阮翁啊，我嘛是敢来样怨叹，嘛看袂到伊有对这个家庭有付出。其实啊，伊嘛毋是无愿意成家，是敢若较袂晓生。阿瑞啊。恭喜你哦！你愿意拍开你心内的结，你的人生就会无同款。从今以后，你袂用阁哭哦，爱笑笑过你新的生活。这多甲你我也唔捌几个啊！你当初我若安尼坚持八米多爱读册，你今仔日也袂过甲遮艰苦。过去是我家己选的。妈，秋萍一定伫遮买一间厝啊！哎呦，一间厝遐尔贵，你哪有钱通买啦？你咪可能算大家乐啊！山高水远，流天
天涯哪？